好，那个我们继续开会，是不是我们要先回来处理16条，还是怎么样？那个黄委员，16条，要说明一下吗？有一个修正动议，来。没有，我大概先说明一下哦，时代力量在整部集会游行法的立场。那当初在委员会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时代力量，之所以没有提自己的版本，那全力支持郑丽君委员的版本，是因为郑委员的版本，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法律专业团体版的条文，大概99%，他都吸入他的版本条文的内容当中。那个时候2008年在野草莓运动结束了以后，有很多的律师学者，那还有很多 NGO 的朋友，那大家共同坐下来，订了那一版的集会游行保障法。那刚好那一版呢，主笔的人就是我。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是希望说在处理集会游行的时候，员警的身份他能够清楚的标示。那刚刚有很多员警的朋友围着我说，基层的警察会觉得这样子而没有尊严。那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的事情是说，公民团体还有很多法学教授，大家会提出这样的版本，是希望说避免日后如果产生任何的争议的时候，这样才有个清楚的准则，才可以遵循。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上次在院会的时候，警察制服条例的时候，我事实上已经有表明我的看法，因为那个时候是授权内政部就有关于标示啊的方法来严厉。那目前有关于像我上次也在院会的时候说了，就自愿意他们在身份上面的标示啊，那个名牌的大小，有在自愿意的服饰条例当中做了清楚的规定。那所以这一版的条文大概是延续着自愿意他们那个时候现在所存在有效的规定，那按照那样子的精神把它给定出来的。那当然我知道，可能对于很多现在坐在这边，的警察朋友来讲，他们会觉得说这没有问题啦，以后如果出了事情，大概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那样子的人。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讲啊，我自己在参加集会游行的经验，我已经被抓走2次了。然后我每次被抓的时候，我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按照什么法令来拘束我的人身自由？我也没得到任何的答案。后来被带走以后被丢包，我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行为人是谁，那要如何的去追查？那如果像我会遇到相同的状况的话，我大概可以完全的了解那为什么这么多公民团体他们认为就有关于这个标示是要一个非常清楚啊去界定的事项。那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那到底是不是会产生什么样自爱难行啊的地方？老实说，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哎，我请教一下哈，我们上次我印象是有特别提到说，警察除了备章。